二号秦子明拳手公式的那个锦州四瓢，老师强旭，旭日东升的旭，科的老师忘记了。庄老板他帮忙定做的，很棒的饰品。然后是用那个庄老板他家的二号剪纸，这时候打灯的颜色，这把做得很棒。摆盘不厌，很润很润。这把壶是纪念我父亲的。